人的头阿红救的几花开，有金款在处记住啊，慢慢的来，本官可请喝，在宋天子驾前微臣官拜翰林大学士之职，今天乃是一年一度科举之日，天下举子皆来此报名，一望喜有良门，功中有作，将举子挑着。在有团有进，无团不可乱进。团得好举子留春进入，团得好举子留春进入吧。我来了。我第好记住，刘春拜见大人。嘿，什么大人？大人？大就是大，人就是人，大人就是大人，大人就是大人啊，差无偌济。嘿，在考场之上不可胡言乱说，否则将你逐出。拍谢拍谢，还无个定来个定来，拜见迄个大人。你姓刘名春，好得着。刘春，本官看你文章平平，尚不知何才如何。迄个讲啥笑话，我听拢无。嘿，伊无啦，我是讲你讲什么大笑话、大个水啊？迄你讲的我听无啊？这是叫做官语，北京语。嘿，你卖讲北京语啦！伊你讲迄北京语，我都无读，迄所以我听无。迄拜托大人你放白啊！什么放白？唔是啦，你讲白话啦。阿牛，第好技术刘春文章平平，但不知口才如何。来，本官问你就答，我讲你就对。好，做你来。金鸡听来，红花白花，秋菊牡丹花，喜红酒白酒，得喝乌豆酒。你的人好酒，出嘴就酒。喜你的人，喜贪花好色，喜出嘴就花，喜你常常走去开闸某。嘿，原来什么开闸某？那是叫做嫖妓。哈、哦，那开闸某后，那个文言叫做嫖妓哦。哦，哎，大人，你真正足牛！啪！那是考场之上，跟你乌白踢。是啊，我跟你对，嘛是绝对啊。嘿，你对花，哈，我对酒，嘿，绝对啊。嘿，所以讲哦，伊，我安尼算通过啊。安尼好，这题算通过。第二题，金鸡跳来，大侠技术能气飙飙，看来真古锥。迄登上大林，迄两匹翘翘，迄看着杜我兰，乱来，怎么杜我兰？嘿，你安尼我嘛是绝对啊，安怎绝对？你解释我听。你讲台下记住，啊，我这两起喙齿飙飙，迄真古锥，对唔对？是啊。我讲你迄登上迄大林，你迄两匹喙齿翘翘，迄看着杜我兰。以前啊，使讲土话。我无讲土话呢，我若真欢喜吼，我人若咧兴奋的时阵，兴奋的时候，我倒吼，拢会摕迄个针拄我家己种的兰花，叫做拄我兰。真正是乱来，不过是我哪有对啦？对啊，你讲大侠，我对长相啊，你讲基础，我对大人啊，对，你讲我两气，我对你两皮啦，对。你讲我真古锥，我看你杜阿兰啊，所以这绝对啊。好，安尼这题算你通过。来，第三题，金鸡跳来。这里来。串串金珠玉宝箱。好，串串金珠玉宝箱。我个对，我甲你对，我条条黄金满西窗。你个无卫生。本官出题，串串金珠玉宝箱，你跟我对什么呀？
迄我对个绝对啊，条条黄金满赛汤啊。嘿，你迄一串一串对无吼？你的意思讲，迄你一串一串的珍珠，啊，迄放一个宝箱吼，迄放啊一倒出来，啊，所以吼，啊，我阿你对吼，我黄金一条一条啊，迄条条黄金满赛汤啊，对唔对？迄你一串一串一串，啊，我对迄一条一条，啊，你珍珠，啊，我对黄金啊，啊，你的宝箱，迄我对赛汤啊，迄算讲哦，芳对草，好对歹，迄算绝对。哦，阿你嘛受理啦，嗯。串串珍珠玉宝箱，条条黄金满西汤。安尼第三题我你过，过来金鸡跳来。我咧听，我咧听，我耳孔也无包皮。啥话？唔是啦，迄我咧讲，我耳孔是亲像迄个馒头，也是迄个包啊包皮包咧，迄无听啦，你放心啦，你做你金鸡讲，迄我注意听啦。来。本官以天开头，以后煞尾，共二十四句。天，诶，天公管地久，嘿，在考场之上未使讲跋筊，也若无互你落地，所以讲来，好好对。天阿君有输，啊，我输两百几万。你跟你讲，无啦，我股票输两百几万啦，这拢未使讲，我对来。大人你破声呢？啥物破声？唔是你发来伤大声，所以你的声破破。迄无你的代志，你赶紧给我对来。天下君有书，书人理写学习百般文武艺。艺，我艺艺皆灵通，通灵有书海，海海却一生平，平生做好事，书我事事皆关心。心定积得好，好，一好事庆家门，门，一门前生水草，草，一草木有红春，春，嘿，春林有春荫，荫，一荫上有甜花，花，花中有君子，子，子是孝，孝，我下辈孝子感动天，什么下辈？不是啦，我是讲我孝子感动天，啊，口头先不多，安尼，这对算你通过。我再来，下一句，朱丁学甘露的典故安怎念？哎，朱丁怕甘露，咦，朱丁怕甘露的典故啊，十多年前，伊念到即阵，拢叫背袂起来。嘿，朱丁怕甘露，好，你一只拖延时间，安尼你落地，甲我出去。啊，大人啊，你莫我讲情者，啥物？无啦，我无包一包给你。乱来，是这个所在，你也知讲那是收你红包，安尼是重罪啊！你也知讲这公务人员吃钱是要咧减刑啊！你乱来你啊！安尼你唔敢收红包？啊，乱来，给我出去！拄到你这笑诶！拍谢拍谢，安尼我安尼状元又搁考无掉啊啦！啊，我去年迄副状元，迄考到迄个复员。啊，啥位？武状元。这个状元傍眼探花，我都唔捌听到什么复员。啊，我在一武考场叫人拍到脑震荡，迄段伊段三个月才复员啊！嚓，安尼就是落地啦，甲什么同款啊？你今仔嘛落地？啊，我都，嘿，我今仔考文状元，又过去考到会员啊！是啥叫做会员啊？啊，就回转原来所在啊，就是会员啊！大人啊！拜拜啊，有时间再来阮家好啊，我就知啊。安尼好，已经将他读出讲义文来，团第二回记住，江翘天，江翘天啊，嚯，这人真狂妄啊，咱一敬天，二敬地，为什么连天都要笑？这人何自在？来，在团第二号技术，江翘天来了。在下江翘天拜见大人了。江翘天。你的文章写得真好，人品也真好，而且生作一表人才。但是你的名字使人纳闷，为何叫做翘天呢？
翘天，我的意思就是凡事无万天由人，人定胜天。我万事就是掌握在自己的掌中啊，所以我不服人，不服天。我认为我有万事由天去安排，我由我自己创造未来前程，因此我才好名叫江翘天。好，看来你真有自信。安尼好，本官出题你就答。是，请大人指教吧。行进书，得进书，行得进书，临终何吉吉中良。副将官，主将官，副主将官，饮上添花，花上饮。对的好。再来，玉皇行兵，雷鼓奋击，风刀舞剑，天作阵。龙王夜宴，月即升顶，山坳海酒，地为板。对的妙。再来，梁惠王命公孙丑，请驾门在李罗上，尽心顾主托万将。卫灵公遣公爷中，借太别以向东中，先进李仁武不一。喵喵喵，出口成章，七步成文，不爱汉朝的朱子建。再来，路外一炮炉，路中一棍炉，路地炉，路飞五炉，风下一柱风，风上一招风，风吹风，风散四风。好好好。再来，朱点合干炉的顶骨按怎念？低字为低字，不低为不低。朱点合干炉啊！看来你这个江翘天真正是有本事的人，难怪你好名叫江翘天，连天你都无甲放在眼内啊！好，你在这届的举子之中出类拔萃。我相信这届状元非你莫属。现在本官带你上京面圣，在了殿试之上，皇上必然良心大悦，会封你的官职。谢大人啊，你我一同上殿拜您咯。在大小生的草主席的江天树高中状元得意洋洋咯。实在行冲无人问，一句姓名天下第一。在下江翘天，一员高中状元，并分发回山西太原汾阳关为县令啊！拜您咯！在大都回汾阳关领职就是啊！遵命啊！金茶房不见天，金陵金寒受苦人，受尽凉风吹昏火，一轮孤月照窗前呐。杜月英则死了，当年为卖身葬父，
你流落青楼，不过我洁身自爱，卖面不卖身，欲望幽调一日，零半分见日，找到自己的终身幸福，也许是月老的安排。有一日，在群芳楼的外面，救了一名面如冠玉的少年，名唤江天树。你在伊的身上有一件半边的玉佩，甲我身躯这半边合起来不谋而合。原来伊就是我的父亲，自细汉甲我举白未婚的对象，所以这项物件就是我的信物。双方的是大人，该意别舍，唔顾耀言，让我依着未婚夫，两人另相逢。希望伊出人头地，两人会当有美满的将来啦。现在天师已经上京赴考，我相信伊一定能高中状元，幸福指日可待啦。无疑，军方楼的楼窗硬要逼我寄予伊李天宝为第二十四房的小妾，我唔肯。如今被禁在茶房，无食饭，无饮水，都要饥饿、饥寒交迫，痛苦不堪啊！唔知如何是好呢？望天的庇佑，早日能脱离苦海，苍天啊！月英姐啊，月英姐啊，是什么人呢？是我啦，我小红啊，小红，我赶紧给你开门。哈，小红，你这么好胆，你敢给我偷开门？月英姐啊，你赶紧走，你若是继续在这个所在，风关落去。你一定会夭死，你一定会嘴打死，你赶紧走，我跟你讲一个天大的秘密。什么款天大的秘密呢？就是这个江天树吼，已经高中状元，回转咱这个汾阳关作为县令了。哈，真正的？是啊，所以赶紧走去投奔伊，也许伊就可以救你离开到这个是非的险地啊。多谢你，小红。也唔过，我若是走，万不利。阿母若是对炸起来，你恐吃醉飞禽啊！不要紧啦，啊，土死何必物丧其类？咱拢是天涯沦落人，我如今在这个所在要见要住，记在伊了。你赶紧走，你若无走，恐惊你的幸福就毁在一旦，大好的光明就咧等待你。月英姐啊，你赶紧走吧！多谢你，小红，初因初得，物气难忘啊！我来离开了，告别了，你紧走，你紧走。希望月英子啊，伊来离开这个所在，会当找到伊的幸福。我的幸福已经无期了。当然，我不希望月英子啊，伊变成同我同款残花败柳之身啊！万望老天庇佑，伊能。找到江天树，建造着因的未来啦。月婴儿，阿婴儿，我一个小婴儿。门来，插房门来拍开。小红，阿母，你在干什么啊？无啦，无吗？老实甲恁祖妈讲，即马月英是安怎查房？迄、那个门哪会拍开啊？迄明明都甲牵咧，也外口面阁插一支即个插机真大机甲锁咧。迄若无人对外口扭，迄查房的门无可能对内对开啦。是毋是你放走月英啊？老实讲，无啦，真正无假，无是无，无啦，无吗？
有啦，好有好，你真好胆，你食碗来甲恁祖妈洗碗我，你无想讲我平时安怎对待你？阿母，你平时对我都真好，一天叫我接客，都要接30个以上。也我若是夜宿来临，你才有我休困。啊，若无，拢叫我食宵夜咩？还当然咯、哦，啊无我钱买来，你无替我趁钱，怎么想要创啊？要做阿妈饲哦。你意思讲我对你真歹，所以吼、哦，你才背叛我，放走我鹰，我会灾心也就对啦。是啦，啥话？唔是啦。好，你敢会食我来洗我？我甲你抓入来内底，甲你禁起来，等下笑你皮咧上。啊哈，阿母我唔敢了啦，我后摆唔敢。敢过后摆噶？啊，还有下次啊？杀你咪！阿达，这财神爷月影啊，叫我走去，恁大家啊！这些打手啦、保镖、卫士、少爷拢甲传的，准备去追月英登来，有听无？进去，好，准备，准备。哎呦，月英啊，怎么价值哦？600两呢？即马这宋天宝出600两呢？啊，叫赵奇，我传老实，互人家追登来，我单台消息就对。杜月英接死了，现在走到半途的所在，我相信已经摆脱掉，也即基因的保镖当着拍手了。等你。哈！杜月英，你今仔日差失难飞上天了，赶紧乖乖随我回转军红楼，否则。又怪我对你动武！哎呀，救人啊！朝哪里去？来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！杜月英正在毙命无常之时。这个时阵，南极电鸟来到现场了。真是漂亮剑。开弓万上弦，胆大飞天鸟，英勇在少年呐、啊！在下南极电鸟，现在奉了包大人的命令。四处查访民情，看是唔是完整可以为人伸冤啊！来到这个所在汾阳关地界，面头前一名肩不能挑、手不能提姑娘，被着数十名彪形大汉这队赶，这就奇妙，近前看来。
身为好故，花容失色，英雄你先救我吧。好，你暂避旁边吧，多谢了。等你。闪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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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唔当拿出这柄行书。你这人生做凶神恶煞之相，想必非神类。如今众人一个包围，就一个小姑娘，潜入之人，必然受不良之勾当啊！哼！但以何事？国人自扫门前雪，有关他人恶相送。你如果多管闲事，恐怕你也惹祸上身了。真是的，在下的责任就是仗义勇为，所以这个代志我是管定了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南极点鸟啊！哦，原来就是那个开封府点鸟。以前四品带刀何为人呀，既然是丁教，你们哪吒到这边做代志，就怕不过该死了。洪老的拍手以刀为绳，将着丁蛟团团困住。现在丁蛟大战着阮洪老的拍手，双方一场的大混战。天骄奇诡局，最后这拍手被拍得暴跳气喘，丢盔弃甲。哼，天骄一路相逢难回避，看你行枪非常的熟悉。敢那亲像十五年前的杀人犯，无形剑花无情啊！人呀，天骄，我十五年前杀死一条人命，你当初奉包进包大人的命令，你要将我逮捕归案。如果两人在领导方连战三昧三日不分上下，最后就是不。欧阳春来相助，我则被恁两人合力的制服，因此被对包拯判着徒刑十五年。光阴似箭，如我二叔，十五年我的刑期已经满了。哦，你真是恶行难改。十五年前你为非作歹，为了包大人判刑十五年，刑期满之后，你如今又重操旧业，迫害良家妇女啊！我现在经过军红楼，就是由我这保护，每个月拢交给我保护费、红财，这拢是我的保下。好，你如今在这个所在又做尽恶事。天骄天行飞，再度教训你。现在你不要好运，阁有一个北极欧阳春回来相助你。咱两个人在这个所在新修旧恨，做一解算。天骄的时机到位啦！
仇人已经分我眼红，现在花无情看到点招怒火的冲天，双方展开一场的大厮杀，见得天地昏动动，日月暗无光，拳打卡踏刀砍剑下，讲得招招逼人，烧得步步流血了。真是一场空前之战，双方连战数百回合，这个时阵的花无情战输败势，一步一步陷入失败的困境咯。这个时阵，电教你个施电十剑，电子传人的十招咯，呀哈！电教。你可是机关局，我甘拜下风。好，希望你无用之失，方将来之悔，了你一条活命。看在你现在无烦恼当罪，离开去吧。罢了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存。君子报仇，十年未晚。点招，我会再度来找你，笑了。无形剑花无情，此人真是恶性难改。十数年前，两人见得天昏地暗，十五年后又再被我降服。如今两人心有不甘，此人浪费池中物，伊行有代志。此人就是伊襄阳王赵刚的了爷，伊在这个妓院作为拍手的首领。只是权宜之计，真正目的就是招兵买马，意图当对襄阳王赵角内应外合，来颠覆着我大宋的江山社稷。对着此人，我要有相当的小心甲防备啦。来咯。多谢众师的救命之恩啊！此恩此德，强大九鼎，不弃难忘啊！姑娘，你一个潜入的女子，因何惹上着这恶毒分子呢？啊！一言难尽，将情听遍啊！哦，果然这代这丢，那你现在已经安全了，你欲往何方？我要找找到我的情郎江天树，多谢典医师的救命，来日必然报答到你的重恩啊！我先告辞了，再会啊！这女人的心思也是非常的凄凉，令人真是觉得非常的动心啊！当然，若是有需要，我必然会帮助伊。况且包大人叫我来这所在先查访民情，我甲伊看起来，仇恨惨无，怨气冲天，汾阳关地界必然有真大冤情，需要包大人前来细说。我准备向前四处查明，就是网络已经了我。